学会无常观，心中有平安。上，末法时期，要帮助别人也是很不容易，因为帮助别人要付出的。因为现在末法时期，人心太恶，你帮了别人，人家还要怀疑你。现在有太多人以帮助别人的名义，实际上在伤害别人。这就是因为你种下去这个因，它不是完美无缺的，就会让人家觉得有瑕疵，所以就不圆满。不圆满的帮助代表着有利益可图。现在很多人假装为了别人好，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和利益。这就是社会上人的本质正在产生变化。为什么现在马路上倒下一个老人，大家都不敢去扶？你一去扶他，他就说是你把他推倒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末法时期好人越来越少，因为太多恶人了，把好人的本性遮住了，慧命看不见了。你不能怪这个末法时期人没有慧命，就好比人身上每个器官都很重要，眼睛、鼻子、耳朵，并不能说你没看这些器官起作用，就代表它们不存在。慧命你看不见，但是其实每天就在你身上。慧命其实就叫良心，良心就是你的慧命。所以人家经常说，你凭良心做点事吧。没有良心的人根本没有慧命。举个简单例子，鼻子在你身上，平时你不注意，但是当你把鼻子捏起来时，你看看你还能呼吸吗？慧命也是一样，平时在你身上，你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如果慧命一旦没有，这个人就是狼心狗肺了，因为他完全没有理智了。所以有时候在你身上的慧命、智慧、良心、本性都有的，只是你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。所以真正的学佛学法，一定要用良心做你的护卫。现在的人为什么说没有良心？就是根本没有道德底线了。良心本性本无恙，恰如宝珠宅中藏，慈悲行善观无常，断恶行善慧命长。